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天地养万物，长四季长这个东西，没有人教他，自然而然，怎么样报答天地？一个没问你讨要，一个也不必说告诉你，这大自然，大自然谁知道？神知道，人不知道，报天地王，用完了一甩一丢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人对不起天地。所以人要教我，天地没有欠一分，我享受不知道报答，养育万物真的不想，天地有良心善心，我所需要的春夏秋冬四季要什么，老天爷就给什么，预想也是恩德的。所以古人体会天地万物，天地对众生有一股深情，爱万物，让万物生长。怎么知道？古人的典籍一条条写出来，我们不能认得知道，没有报答，对不起天地。有圣人他知道，他来做表法，大地也来实现报恩，大地跟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做榜样，做给谁看？做给众生看，细心观察你们的关系，清清楚楚，没有不告诉你，你这是糊涂，太大意。你要是细心看出，看出来的神，为什么报答？一般人没觉察，没发现，心地清净，宁静的发现，他对于自己。有报偿，有的时候有欠缺，欠缺是众生有过失，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，你就会有反思，改进自己的过失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对得起动地，对得起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有供养供给，我们感恩报答，这些都是教育。
黄沙红上几